在看的天气咯，今天跟明仔这两天讲，你是啊温度拢偏高，所以今仔日台湾甲各地啊，朋友去问妈祖，拢是这好天到这款的天气。第山区第中岛区了啊，有这局部这短暂阵雨，妈祖嘛有这局部的这短暂阵雨，请乡亲爱注意详细温度，做回来了解。第七北部地区是说28度到36度，中部地区是27度到34度，第南部地区温度是28度到34度。东部的这宜兰花莲、台东、甲南市是这28度到37度。外地朋友，金门妈祖是24度到32度。